今天是2017年10月23号，是 Jumi 的四岁生日。Jumi 是在前天就跟妈妈来宜兰了。那我跟 Jumi 的阿姨小爱是今天早上从中坜坐自强号，9点的自强号到宜兰是11点20就到了。我们今天中午去吃很好吃的 buffet。然后下午 Jumi 阿姨带着 Jumi 睡午觉，然后我跟 Jumi 妈妈我们去看电影，这边有电影院，这边叫做蓝城精英酒店，在这边住宿可以免费看院线的电影，而且直接就是在电影厅里面看。我们今天看的那一部叫做你是我的勇敢，好像是这样，真实故事改编的。然后刚刚 Jumi 的妈妈跟阿姨又去别的地方玩，然后带 Jumi 去，妈咪没有去玩，是去找朋友。然后我们就是去，然后我们就是去楼下的三张巧福吃了面，然后就带我去开这个车了，没问题。好啦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刚刚在八楼玩了好久，现在玩了1个小时，现在我们等一下要每一个房间有配一台这个小朋友电动车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在外面玩。好，我现在带 Jumi 去玩了。 Jumi 你说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你说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唱祝我生日快乐，乱唱。好，来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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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是谁的生日啊？对，几岁啊？4岁。Jumi 最可爱吗？最漂亮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说拜拜拜拜。好，我们要到骑楼，到这外面的那个，到外面的地方去开这辆车咯。拜拜拜拜。